今天的艺术很有事，探讨建筑与场所之间的关系。首先拜访建筑师廖伟立，看他如何在山林城乡设计建筑，以呼应常民生活。再来到自然洋行，了解他们怎么在野地进行低线的建筑设计，来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那这个美术馆比较特别哦，因为它前面这个路比较小小，后面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廊带，然后它的基地前后高低差了大概9公尺。进到这个空间的时候，就有不同的一个人工跟自然对话的一个点。你去看我的桥，或是说我的美术馆，或是我的教堂，你进去的时候都不会一下子就让你看到那个地方，或说感觉到那个地方，甚至希望你进去的时候你还搞不清楚，有点迷路的一个状态。故意制造一些不同的断点或是转折点，我希望你透过这个中介空间的一个拉长，时间也被拉长，在你这样行走的一个过程，然后你慢慢跟这个环境有一种对话，有一种越来越了解的一个状态，然后再进到主管。那我希望用一个因地制宜的方式，比如说我利用那个高低差，有的就把它坐在半地下，有的坐在地上，就让这个土方可以平衡，没有印出去也没有印进来。本来我可以做一大洞，我把它变成三小洞，然后它就可以跟这个基地做一个串联。但是那个外面到里面其实也有那种平林那个巷弄的一个延伸，好像你也走到那个平林地区的巷弄，然后再进到一个美术馆。我把那楼梯跟一般的美术馆的楼梯做的不一样，我围着美术馆跑，然后再走到外面，再走到里面，再走到外面，那个空间就那个楼梯就有一种连续感，有点像那个中国那个卷轴的观念哈，那空间是连续的。他的作品常常有很多很多片段，会让人感觉好像是有点熟悉，像刚刚讲的一休的那条通廊的那一种光影的变化。那些手法好像没有超越过安藤忠雄给我们的经验，所以很多朋友会觉得说，你建筑何必用那么多的材料？廖伟立的作品里面，他很勇敢的去用很多异质性很强的材料，有清水混凝土，有那样的一个很松散的通道，然后转过去你会看到有黑色的砖块。然后转到变成一个巷道的感觉，他觉得他在回应山下的那个村落，那种砖造的那个狭窄的那个空间的街道的状况。那我为什么要用那个有一点绿色的一个屋顶？那跟周遭的山峦的一个起伏都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吗？我最后回到建筑本身，就是这种寻找关系的过程嘛，跟土地跟历史。
我用复调或跟我的长母你的一个形式，说 我希望你进到这个场域的时候，你可以透过不同的章节，透过不同的起承转合，你有不同的感受。简言的一代，他们的生活里面就是很多这一种对社会的单一价值观的反抗，看到跟前一代不同的，他们敢尝试不同的可能性，他们也某种程度试着呈现自己的独立的审美的状态，多元的价值观呢，也就形成那个时代的共同的特色。廖伟立最早期最引起我的注意的就是在东眼山里面做的一个小厕所，他在一个非常树林自然的环境里面，他选择用钢构，他利用这个钢构的条状的意象加上光影，让他埋藏在那个树林里面，可以跟那些草树林的现状的元素然后被混合在一起，或者是我们可以算是伪装在一起，那个自然跟人为就形成一个很有趣 的组合。我感觉就是要这样子，对吧？对，没生病哦。我知，我知。也是要凹凸的，我知道。哎呀，就是这种感觉。对啊。这个桥其实跟艺秀美术馆那个从外面到进到里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它形成的方式不太一样。我希望从 A 到 B 不是一个直线，而是一个曲线迂回的一个方式，因为这是故宫嘛，故宫南院。那我希望这个桥的一个空间形式跟这个甲骨文啊，河岸的一个曲线啊，还有这个原来的一个建筑物的线条啊，它都可以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慢慢把你的行动 slow down 下来，你心情也沉淀下来啊。那其实也某种程度东方游园的概念，可居可游可望可停留。那一般人会把桥只是限制在它的功能性，只是一个通行。对我来讲，应该桥不只是桥，它也是景观，也是雕刻，也是装饰。某种程度，我觉得我的桥有一种建筑性。我希望它完成之后，可以跟时间、跟人、跟环境对话，这是最重要。北港这个唐铁立廊，在日据时代，它是一个印蔗糖的一个廊道啊，它的廊道空间比较特别，就是说它会高出那个城市大概一层楼或一层半的高度，那高度那个视野，其实你去观察城市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一个感觉。随着时代的一个改变嘛，那时间的改变，那印堂的一个历史它已经衰落，已经没有了。我希望那整条的一个廊道就好像一个城市的一个脊椎，我希望把这个脊椎建立起来，然后再往侧面慢慢延伸到它的一个巷弄，那个空间可以变成城市的客厅啊，城市的很多不同的场所，那个城市的居民也可以在那边生活活动，还有发生很多事件这样。过去在没经历的时候，这边就是一个很荒废的地方，蛮荒废的。到这桥做好了后，我常常来这桥行行。有一天，我才发觉讲，在好天的时候，会看到中央山脉日出日头的位置出来。你若无过去，你真的存在就不太有意义嘛。这个为什么讲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啊，做努力的把台糖的这条铁桥吼，给保存起来，而且它也承载了这个在地著名的。过去的那个共同记忆，天空之桥，天空之桥就故意让你行走的时候，经过空间的一个压放，或是说高低，然后你进到端部的时候，豁然开朗，你就看到那个框景，那个框景你就看到旧桥跟新桥之间，我中间就夹了一个公园，那个公园就有点新旧可以对话的一个场域，北港那个女儿桥。你很重要就可以看到你要进去的时候，那里又增加了一个平台嘛，那个平台就对到那个
北港的朝天宫那妈祖的一个神像，那我觉得那个就有一个对话的关系了。所以那个桥就不只是桥，人不只是穿越，你也可以在那边停留。我希望穿越这件事情能够制造一些空间的一个时间感。透过我对这块土地的一个观察，还有对这里的人事物，尤其昌闽这种驳杂生活的一个能量，我希望做一个深入的一个观察，似乎我含有一种感情先行，然后理性后来再追上来的一个状态去处理我的一个设计。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所有的一个创作应该是从我的一个家开始。这里有一棵尤加利树也不见、啊、但是我知道这个位置，它或许有很多片段，或是说有些已经遗失了，那有些还在。好、啊、比如说这个砖，这个砖还在，那我就想到以前的一个状态。通宵对我来讲，比如说我通宵有一个通宵溪，它几乎是我生命的一种源头。通宵有一个虎头山，就是我常常跟我哥哥上山去捡柴火的一个地方。每次那个夕阳西下，我们捡完柴火要下山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通宵这种啊，这个万家灯火啊，炊烟袅袅啊，这个红墙黑瓦，那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我觉得哇，好美好啊！我就觉得、欸、生活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好幸福啊，好自在。我觉得那或许就是所谓的一种场所感吧。我小时候就说，整个通宵好像一个迷宫，很像一个生活场这样，让我对泥土、对故乡有很多的一个经验的一个累积。我希望它可以被转换成我的所有的一个设计，都有那种家的一个温馨的一个感觉，大概是这样。礁溪我把它称为半人半兽的一个城市，有一点像城市，又有一点像乡村的一个混合体，台湾典型的一种聚落的一种驳杂的一个形式，但是乱中好像又有一种隐藏的一个秩序在里头。我们的房子一楼在盖得满满，我反而把它开放开来，变成一种城市的一个客厅。你进到里头好像觉得它是一个洞穴，或者说你觉得它好像像一个大棚架，然后它可以跟周遭的社区啊、邻里啊、巷弄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一楼那个空间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功能在那边产生。那教会对我来讲，它不只是教会嘛，它也是社区的活动中心嘛，它也是人们心灵的一个 7-11 嘛。那我觉得我的教堂或许有混合着一种圣跟俗共同柔合在一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圣实共治。我设计的教堂不会像西方的教堂高高在上，做得很漂亮，很西方。其实到目前为止，在台湾的建筑界，礁溪教会也是一个争议性的房子啊，因为很少人会觉得说，教会看起来像这个样子的嘛，就是形体太复杂了，然后意象也某种程度太庶民了。它透过双重的结构，它是一个外壳，是一个类似台湾的那种工厂的铁皮屋，里面它再造一个木造 的那个隔间，所以它用了一些看起来很不神圣很世俗，但是它非常合理，它能够把台湾的材料在地的，然后并不那么神圣的材料把它组合形成一个神圣的空间。而这个神圣空间应该不会出现在欧洲，因为里面有很多台湾的感觉在上面。这个教堂没有一个很严肃的大厅，让我们进去就开始肃然起敬。它开放活动的时候呢，人就可以从马路然后自然都跑到那边去，
后方的房子跟它这一个教堂的侧面对照起来哦，服饰上我们看西方地景那样很干净利落很漂亮，那我们看到的是充满了各自语言的状态，这一种状态它其实呈现的就是一种活泼，在西方找不到的活泼，仍然让它的建筑能够脱离周遭民宅那一种碎化的世俗化的意象，就多少还是有点纪念性，很干净利落是一种审美，但是一种不对称混杂也可能是一种审美。我觉得好的一个建筑本身就是说，第一个它要呈现一种技术性嘛，第二个艺术性嘛，第三个就是社会性嘛，形成我支持我做建筑很重要，就是说我希望我自己能够诚恳地面对生活，我就在创造这种人可以相遇沟通的一个场所，真的你要充分地去理解他者的一个状态，他的一个需求，他美自然就呈现，就是你创造的环境让人他的一个生老病死可以在这边很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好的一个城市，好的一个房子，好的一个聚落，好的一个社区，大概就是这样状态。展览的展场里面，我们的光线都是非常的优美，就是取你所需，这样就足够了，让你感觉到宁静或美感的事件去综合，让你愿意去降低你对于事情原本的标准。我自己其实最深的感受其实就是那个光影的变化，因为我觉得那个光影的变化对我来说是最包容所有人的心境，因为的确是它可以让人马上的静下来，人沉淀下来，然后思考我们人类要进到自然去进行开发的时候，也许是在现在那个基地上去做一个微型的实验的建筑，然后去在地去考察当地的所有，不管是自然人文环境啊，或是气候的变化，或是各式各样生态的平衡，那在我们想要进行开发这个动作的时候才不会进行得很鲁莽。这样在台湾的山林野地里面有蛮多跟城市跟森林之间的交汇的地方，它或许可以通过一些思考或检讨出一些空间，它是可以并用并置的可能，以缩减它真正的开发量，那未来我们的开发量就可以减到更符合实际状态的，而不是先用这个土地可开发的最大量去做一个很庞大的建设。像这边的阳光早上起来或下午的时候，这些森林都会通过这个网子烙印在这个上面，很美。因为它是一个古老的，类似像古老的庙宇的形式，所以有一点神圣的感觉，左右两边是对称的。希望说通过有一点点的界限，然后一点点的保护，让人在里面活动的时候不会被大自然或我们干扰大自然，所以大概是有一个隐隐约约这样的一个回圈把它界定出来。秦美学是一个40年的老乐园，然后已经废弃了很久，那现有的一些建筑物的改造都是过去乐园留下来的，那我们进行那样的改造。因为这边的一个规划是希望规划建筑的时候不是去做一些建设在森林里面开发，而是在现有的开发的平地上面去集中化。
这个建筑物其实是一个以前是一个水族馆的构造，然后把它改造成一个大家可以在这边聚集上课的或用餐的地方。然后这些石头其实都是现场以前在这个园区里面散落在各地，然后有的被淹埋了淹没了，那我们就一颗一颗把它找出来。它是一个在野地里面吃饭或用餐的一个概念，但它不吃饭的时候它又是一个舞台，一个表演的空间或一个教室等等，所以它比较多是希望空间它是没有被界定。他觉得整个空间就是以这个已经可能有几千万年几百万年淬炼过的石头就当作是主角，然后跟光线，所以这个空间我们只做了拆除，我没有把太多的人工的地方给加进来，所以我们一来之后反而把这些很人工的东西给摘掉，人工的这些装潢，对啊，我们就一个一个把它卸去，希望露出它最原本的样貌。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墙面上面也不只是本来的毛坯而已，其实上面都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纹路，然后不要再有太多太多装饰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一直也希望说如果能够运用大量的废弃物或者是减少装修，一些木板类的部分其实都是回收的模板，门片其实也都是，然后一些土墙啊泥墙啊其实就是不做任何油漆，就是把它凿开原来的样子，然后有水库淤泥做的热土，然后它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环保材料，也是一种防水材。所以我看曾志伟的建筑不管是新的旧的，我觉得一到那个空间我根本分辨不出来这是新盖好的还是旧的，你会觉得它好像就从这个土地里面长出来，它越却又带有一种新的人跟自然结合在一起新文明的一种概念在里面。以前有一部小说也是说这桃花源记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大家误入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文明，但是这个文明却已经高到跟自然的关系反而是融合的，那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很代表未来人类的发展，越文明反而越懂得跟大自然相处。其实这里也可以，就是从这一边整个是平面进去，然后走那个五人线这样。你就觉得哦，其实做建筑好像也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很一定要用什么材料或者一定要怎么样，就是其实任何东西它都可能是有机会的，就是你会回归到一个什么都可以，然后你就是一个原始人，然后你不用受到拘束，这样。他不会就是刻意的去盖一个东西，然后是为了友善环境这件事情，所以来找他的业主啊，很多都是某个山上，然后有很厉害的绝景，有很原始的森林，然后要盖一个冥想屋，或是盖一个不会太热闹的机能的房子，因为他从心里面就是对接近自然的那个姿态，就是不是那种很霸道嘛，就是跟他就整个人的思考啊，然后他的心态就是都会完全反映在它的建筑啊。可能如果空间作为一个转化人心境上面是一个触媒吧，让你可以在里面得到非常好的喜悦或者是宁静的状态，我们规划上面可能有一些更自然的材质或更怀旧的材质，它都可以把我们的认知带往那样的方向去。一开始是做设计上的调查，深山野地里面是不是可以自己独居的方式，然后住了一个月左右。一个多月后
其实这大自然就不是我们想象这么美好，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你生活上面的这些蚂蚁啊、蟑螂啊，这种让你没有办法安心的事情，你要怎么置身在这样大自然里面，然后又可以跟他们共存，然后你又可以调节得很好的方法，这样。我记得在搭建草草原是感觉研究室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山里面的修行的师父，他非常严肃跟我们说，这里只要注意一件事就好，就是不要有蚊子，你就成功了，这样。这个网材其实是就是我们台湾很常见的构造方法，其实它都没有用到任何钢筋水泥，然后跟土地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开发上的破坏，它跟外面的这个树木啊，空气是可以能够有更大的流通，这个气息是可以跟大自然还是可以在一起的。可能可以摒除一些我们常态的认知啊，就是这个建筑物可能都要非常的保护啊，都要非常的气温各方面啊，空调啊等等，它要非常的一个舒适状况。对，就是在测试这个我们感受力的底线啊，然后让你另外一个感官去接受另外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所以那可能包含了嗅觉，包含了听觉，包含了触觉。有时候我们到了新的环境，我们会突然起鸡皮疙瘩，那是因为我们的皮肤突然告诉我们，你要认真的感受这个环境，它可能是好的，它也有可能是对你构成威胁的。所以自然原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是让人重新去归零，回到那个动物比较直觉性的一个反应的状态。你还是进到自然，可是你是一个受保护的状态，但是是一个很低限度的保护。极端的野地是对我来讲，越是野生状态，它可能 越有很大的魅力。人类还是 有一些蛮奇特的感受，那个感受可能是你在建筑里面，你才真正感受到自然的可贵，这样。如果你在一个野地里面，你不会觉得野地有多么迷人。建筑有时候是一个触媒，就是可以在野地里面找到我们自己跟它共存的和谐的领域。